民进党嘉义县三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参加嘉义保中义民庙义民爷千秋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并甲在地客家乡亲问好。陈冠廷表示，客家文化是嘉义历史发展重要的一环，客家的养家精神带动社会进步，欢迎未来希望有机会进入立法院，为所有乡亲争取资源。民进党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甲家己市长黄炳辉、客委会副主委周刚杰、行政院婚嫁人服务中心副执行长李碧珍、中部乡长李碧云、嘉义县议员陈碧玲等人共同出席保中义民庙义民爷千秋祭祀大典。嘉义保中义民庙是婚嫁人唯一持续伫每年农历七月举办传统祭祀义民爷祭典的义民庙，活动庄严隆重，众人做伙祈求国泰平安、风调雨顺。今天很欢喜来到我们义民庙，那跟我们的乡长还有我们的议员柏林议员也是我们的客家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卢主社会也在义民庙来做会，跟所有我们的先民们致上敬意。那嘉义县嘉义市都有很多客家的乡亲，那未来冠廷在立法院也会跟客委会争取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客家乡亲的文化在嘉义县也好，在嘉义市也好，都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发光。陈冠廷表示，嘉义客家族群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嘉义县溪口、大拿、中埔拢曾经是客家的重要古老。为此，日前伊伫观光政策当中曾经提出爱点光台三线，便是希望会当借由重新点光客家文化的火苗，打破北部思考的本位主义，和在地文史脉络重新结合观光旅游，找回在地客家文化亮点，进而串联起经济点，延伸台三。三线的能量，和年轻世代努力开拓嘉义客家新局。新闻新闻，中来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大勝亮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食べてよ。